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今天的月时光台，我是张小一。好的，那我今天要履行我昨天说的话，我们要来研究一个新的思路。就是像我昨天说的，也许我们是要把所有的红色方块都摸出来。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那个开关是开什么去。后面吗？真不知道。对啊，我那个开关到底是开什么去了？再研究一下。我要试试看把所有的我要怎么上去啊？到底这个钮是开什么东西？开这样门的。这个钮开这个门的。搞笑呢。那里什么时候有一个方块？刚刚有那个方块的吗？现在要怎么出去？救命啊！对，这个应该可以直接跳吧。我又得到了一个这个方块，什么状况？我的想法是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部排起来，像这样。我们照他说的，我们把它像这样叠在一起，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帮助。反正我们现在是卡着了嘛。一二三四五，我记得有一个方块好像在。
有一个方块在那个，有一个方块在某一个房屋房子的角落。那个先不管，我们先把上面那个方块摸出来。我们把所有的方块都搬到那里去看看。这个我觉得我等一下的问题是我等一下跳不上去。等下的问题应该是我真的我跳不上去。好，好了，现在该我自己要怎么进去呢？哦，好，进来了。嗯，好呢，接下来就是把所有的箱子搬上去。终于下来了，特麻烦。不知道是不是对的啦，但是我们先试试看吧。还差一个。那我觉得我们要把那个在藏在那个某个角落的那一个拿出来，记得是要从这边进去。嗯，是这里吗？是这里吗？狗哥，对，这里有一个。但是这个怎么拿？我之前好像有试过想拿，但是失败。哎呦，看来他可能要从这边跳进去，对吧？因为这边是卡着的，他这边是没有办法过去的，他这边是没有办法过去的。可能吗？我们试试看。
如果要上去的话，我觉得这是唯一比较可能的方法。这个路我觉得要修好一点。爬到这里来，有可能跳到那里去吗？我是觉得有点不靠谱啦。超级不靠谱啊。可是不这样子我好像就没有办法把这个方块偷渡出去啊。从这里也是出不去的嘛。我要把这个东西，把这个箱子摸出去。最合理的方法就是把它丢到。最合理的方法就是把它丢到。从这边把它丢过去，这是有可能做到的事吗？我自己都过不去了，何况是他。等一下，纯粹把它丢上去。纯粹把它丢上去呢？我纯粹把它放上去呢？为什么这边就没有办法跳两次？我跳！没有办法，我要把它丢过去。哎，可以，我快把它丢过去了。好，这样可以。然后我自己再想办法过去。对啊，我要还是我有办法从这边偷渡一个什么东西过来帮我吗？好像没有办法，真的没有办法。我一定要从上面把那个箱子拿下来。哎，可以。哎呀，好，这样子我应该是可以搞定。先把它丢下去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。
我们所想的这个方法到底是不是对的。有点高，高高的，像到了一个神奇的地方，这个是我现在要想办法爬到上面去吗？莫名其妙，我到这里来是什么状况？我要跳到上面这里来吗？怪怪的啊。这个是可以拉的，我有可能从这边一路拉到下面这里的吗？好像又不太可能。没有办法。可是这个东西应该是要我从这边上去吧。没有别的路了吧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是什么情况呢？到底？我到底该怎么上去？我刚刚为什么我要给自己添麻烦？为什么我要下来？好，我现在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呢，这有屁用？我在这里，这有屁用？啊，我不可能从这里跳过去吧？我就算把这个箱子拿到这里来，他总会跟我说我可以跳到这个箱子上面吧？有这么科学的玩法吗？我跳到这个地方来，有没有可能这么玩？太科学了，这种玩法太科学了，我只能说。有可能踩着这个，我可以跳到这个地方来。
我可以跳到这个地方来。什么时候跳一格，什么时候跳两格，我真是搞不太懂。这样子我拿到这个吗？可以。现在我要想办法到上面这里来，是很明显没有办法，但。我从这个地方，我有办法跳到对面去吗？现在是没有办法。哇，这真的有点尴尬。从这里跳过去实在是不太可惜。不这里跳出去应该也不可行吧？还是说他有办法？从这个地方跳在上面拿到狐狸的意思吗？像这样子。从这边叠着，然后那个狐狸，这样子吗？啊！好吧，我试试看这个样子好。我要怎么跳两次跳？我拿到了，但是我还是出不去啊！这样我还是出不去啊！没有电梯吗？电梯门，这难道不是应该是一个电梯吗？哦，还是说他是用这个箱子？哎呀，玩我呢！
这真的就是玩我吗？我对于他的连跳两下感到怀疑，总是失败的连跳两下。好，现在我到这里了，然后呢，一路爬墙，一路爬墙上去。可以哦，那里面是什么？里面应该是我走过的地方。我现在的目标应该是那个小房间里面的狐狸雕像。这里面我来过吗？这就是我刚刚走的地方嘛。所以我现在是要为什么还可以在这里的？这一次我要爬到最上面去看看。这上面这边好像没有什么东西，那我应该是要转一个什么东东来着的？我应该是要转一个，我应该是要转某一个钮。想一下，我该转哪一个？我记得有一个，想看，应该是要转这个，但是我转这个之前，我想，我其实我是在想，有没有可能我把那边那一个方块偷出来，搞不好有机会用到那边那个方块。我应该是要想办法走下面这个门，我在想是不是啊。其实走转成这个样子我其实已经搞不清楚状况，但是我现在我只能选择再转一次这个，没别的选择，只能转。再转一次不知道了，这个地方我好像走过了。这里我走过了，这里我走过了。
这里我走过的话，这里我走过的话，我看一下啊，上面，所以出口应该是这里。这里我走过了，所以应该还是从这里转。对啊，这里不就是我刚走的地方？狗哥，我想看，我要先转一个，把那个狐狸。把可以进，把这个转，这个转。对啊，这不就是里面吗？难道是要我这个时候走回去吗？不可能吧。我觉得这个地板好像歪歪的，是我的错觉还是它真的歪歪的？那绝对歪歪的吧。果然是这么玩的。现在问题就是，我觉得那边可能有狗哥。挑战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捡到那边的狗哥，好像有点难。这边有一个神秘出口。好吧，我们过关去吧，不跟狗哥玩了，不等狗哥了。这关也卡够久了。哎，不对，好像不算卡。严格说来并没有卡关。只是很多狗哥没有拿。但是并没有卡关。
只是现在找不到放狗的地方。哇嘞，这好像不是放狗的地方。这是放狗的地方。我不记得放狗的地方在哪，这有点尴尬。不记得了。会在上面吗？哎，上面有一条狗。毙了！酷毙了！这里就是我那时候从那个地方，那个时候我从那边站看到这里。可是这不是重点啊，重点是我现在要找的是放狗。我现在找的是放狗的地方。哇，放狗的地方在哪？记得不是在那。放狗的地方。就不是啦，这里就是我刚刚走的路啦。狗哥，怎么办？我想不起来了。好嘞，怎么办？我想不起来，我不记得我狗在哪里放。啊，头好晕哦！玩这个玩的，我头好晕哦。我记得不是很难找的地方啊。感觉也是稀里哗啦的就找到了，现在反而怎么没看到路呢？转一下，怎么可能在这儿吧？哎，对，在这儿。哦，那个符号好像就是放这个的符号。啊，好的，搞定了，搞定，搞定了。啊，头好晕呐！哎，走。新关卡。下面是什么？哦，下面是一片虚无。
好吧，看起来旁边没有东西了，势必得往上走。那个家伙坐在那干嘛呢？不理他，先绕一圈。旁边一看就可以爬出去的样子。外面是一个风车。现在要再往上爬，这个地方没有办法。我要再往上爬，再往上爬。不用绕那么远路。哎呦，不小心就摔出去的。他电梯下楼了，那我怎么办？我要不要跟过去？就这样子吗？这个电梯下楼的意义就是这样子吗？毫无意义嘛，这个家伙。底下感觉是还有东西啊，先不管它。五花，等一下我。滚出去！现在是可以爬出来的，这真的跟之前玩那个方块游戏真的很像。走一圈没有狐狸。没有狐狸，只有狗。但是我觉得我比较需要狐狸。啊，怎么办？自己皮爬出来，我需要自己想办法爬回去。哦，我想想看，我要怎么进去？感觉从这边爬比较进得去。
那我要继续往上爬。有一只狐狸，但这个水是不是有毒啊？我是不是应该要先开一个类似什么升降梯开关的东西？那水有毒吧？踩下去就死定了吧？下去我就死掉了，试试吧。握着，吓一跳。啊哈哈哈！现在被我涂成这个样子的路，我要怎么出去？那这样这个我拿得到吗？可以吧？可以吗？跳跳跳跳看。啊，这边好像就拿不到呢。他是不是欠我一个？他是不是欠我一个？欠我一个箱子之类的东西？给我一个箱子什么的，我这样拿得到吗？有点过分了哟！不给我箱子，我要怎么上去呢？不给我箱子。给我箱子，我想想看，我从刚到现在我在哪里有看到箱子吗？我在一楼是不是有看到箱子？我是不是在一楼有看到箱子？我想想看，一楼。我真的不记得了。有可能有。结果没有吗？我在一楼没有箱子，哇。哇。这个没有箱子的话，我要不要先往上再走走看呢？
这根东西是什么鬼？这个我刚刚按过吗？按过吧。我现在是想说，我爬到上面的天花板去。我还是觉得应该要给我箱子。现在呢？现在我应该是要。好吧，给我个箱子吧。没有箱子，只有平台。哎，这里居然有个大洞哎！这个大洞是什么意思？我从这里下去我也拿不到那个啊。这应该是如果我找到了箱子，我可以把它丢进这个洞里的意思吧？上面那是不是箱子？好像是箱子。我去上面借一个箱子下来。反正一个也是借，两个也是借，借两个好。两个箱子够不够？还听到叮的一声。两个箱子我觉得应该是够了，就两个吧。两个箱子好像不够呢。再去借他18个上来。多借几个。为什么要画成这个样子？我为什么要画成这么复杂的造型？真搞不懂我的想法。我为什么要画得这么花俏？为什么？自己都搞不懂自己在想什么。三个，再借两个。是说里面有没有东西啊？有点好奇。
有点好奇。这里也是箱子。全部都是箱子。太多了吧。真的太多箱子了吧。我刚刚还在担心没有箱子，然后他现在告诉我四面都是箱子，四个角都是箱子。前面是什么？一个小金狗。一个小金狗。很好，更多的箱子。可以啊，更多的箱子。好吧。满满的都是箱子，什么是搞什么东西呢？他是不是有什么阴谋？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多箱？哦，外面好像有路。看来这个是要搭箱子，也不用搭箱子啊，混蛋！不知道，先再丢两个箱下去。两个不保险的话，我再丢一个好了。反正我现在什么没有，就是箱子很多。哎呀，跳技术也太烂了吧。烂的技术，怎么说？超烂的技术！啊，哎，连跳两下呢？说好了连跳两下呢？技术会不会太烂了？我觉得这几个箱子可能不够我折腾。我真的觉得我可能要再多去拿两个箱子。哦，不行，我头好晕哦。头好晕呢、啊，我头好晕哦！啊，搞什么鬼？
次可以了吧？再不可以，我真的要翻脸了。技术。天哪，终于拿到了！哎呀，这个是搞什么鬼啊？真的是，我只能说我技术太烂了，我真的是没有别的好说的。啊，那现在我们真的是冲出窗外看看吧。看看窗外怎么去？哦，有点高。现在到这里了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爬出去。我记得我，对啊，我记得我有看到楼梯的，就这个楼梯嘛。上面是什么状况？看到这个怎么搭？好，我现在跑到这里来了。结果是一个小狗，是一个小狗。我还以为他应该要给一个狐狸了，结果是一个小狗。啊，那这样怎么办嘞？我最好再爬下去了呀。还能怎么办呢？好高哦，我有点怕高。好高，我有点怕高。这个有点高啊。重点是，
三只狐狸，我现在只找到一只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那里有一只狐狸是什么意思？哇塞，这个地方藏一只狐狸是想要我怎么着？是想要我倒着爬下去吗？好像是这样子，它好像三只狐狸都在，两只狐狸在这么奇怪的地方。就是要我爬啊！这就是要我爬的意思。这要我倒着摸过去的意思。我做个记号。基本上我是要这样子过去的。哎哎呀！等一下，我看到下面有只狐狸。这个地方我会踩空，会踩空。我好像隐约看到，这个地方会踩空，怎么办呢？地方好像是这个地方会踩空，完了，那我先等一下，我刚刚看好的那只狐狸在哪？我刚刚看好了，在哪？我在这儿。等一下，我刚刚一扭我就踩空了。我要贴着墙走，刚刚为什么会踩空？我要贴着墙走啊，照理来说是不会踩空啊。
抖的，有一种走钢索的感觉。哦，哎，等一下，这不是狐狸，这是狗哥，骗子。这不是狐狸，这是狗哥。我就说我刚刚好像看到狐狸在下面。可恶可恶，这样子我这个现在我是要怎么办？哎，气死我！可恶的狗哥。现在我要倒着爬。等一下，那边是不是有一只狗？它还会转过来吧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转太快了。转太快了吧，我都还没看清楚。他转太快了，我在那边等他。好了，干正事儿，我是要上方在哪？现在已经搞不清楚上是哪里了，完蛋！在下面。我现在要倒着爬出去，我要顺着这个楼梯。这样说起来，我好像从这边直接上会比较简单一点。从这边直接上会简单一点。我觉得好像会被那个东西打。好吧，现在我在这么奇怪的地方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要想办法回到……等一下，东西好像是在这儿，所以我要先爬回一楼咯。雷娜的解弹是直接跳啊！我得等一下，这样。哇塞，不是吧？你现在要我怎么？
好像被什么东西打了一下，痛痛的，等一下。好像这个好像是可以有办法这样子上去的。我有点晕。哦，好好，接上，接上。哇塞！啪啪啪啪啪啪啪！我又回到这了。请给我一条活路。该怎么办？这该怎么办？他这边不让我过路啊，怎么办？刚是干什么的？刚刚，刚刚搞错方向。好，这样可以。然后我要往下爬。我记得。我记得楼下有一个地方可以出去，是不知道是在几楼来着。哇塞，等一下过头了。在某个地方啊，好像就是这里，这里好像是可以出去的，还是这里也可以。我记得有个地方它可以看到外面的平台，是不是对面那里啊？好像就在这个底下。为什么出去？哎呀，我要怎么下去啊？这个。我感觉它在这个下面。感觉就在这里啊，可是我要怎么下去啊？对呀，就在下面啊，是我要怎么下去？
怎么感觉好像没办法下去呢？从高，从这里呢？这里好像这里要是有路可以出去的话，那肯定就会在这儿。可是这里好像没有路可以出去。这样说起来，可能那个开关我要再把它拉起来吧。我再去拉一次那个开关。开关在哪？就这开关。好像是我开关开了以后，我要赶快躲到那个里面去，让他送我下楼。那我要先看一下我要怎么进去。他怎么进去？哇哦！怎么进去？好像这边好像有一个，好像是这吧。为什么要爬这么难爬的墙？我不能把它设计的好爬一点吗？我按完开关以后，我要很快的。有没有更好跳的点？好像没有了，这个点好像就已经是最好跳的点。但是开关在哪？看一下开关。哦，还是我可以跳到下面来等他下来啊，傻子！按完开关以后，我马上跳下来就好了。我在这里等他下来就好了。呵呵，何必那么辛苦？就等。好了，不成功变成人。接下来，
接下来我要怎么上去呢？接下来我又要一路倒着跑上去了。啊，好艰困啊！哇塞，这个我现在要一路倒着跑上去，这真的可以可行吗？可以，可是我现在要走这儿。哦，好，我看到他给我设计一个斜坡。哎呦，等一下！像这种斜坡就很容易出事。反正方块不要钱，他也没限制我，他也没限制我方块，顶多评价低一点，可是他没说我不能花那么多方块。Oh no！ 所以我还花，就花这么多方块，我就花。好的，那我今天我应该就是过到这儿吧。今天我们应该就是过到这儿，这一关过掉，看一下还有没有下一关，搞不好这就是最后一关了呢。环游世界一周了，我我觉得我用这种走法是非常愚蠢的方法，它其实根本完全不需要造成这个样子。好的，搞定了。看，我花了这么多的方块。这狐狸跟好像吵架了。反正就在讲说，他们到底是应该要留下来面对危险，还是应该要选择离开保全自己？来讲这个吧。好吧，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啦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到这边，那我们明天见，下家，拜拜。